这是个2500皮卡平台吧，应该说。但是好玩的地方，上面它架子是放了各种玩的东西 ，mountain bike 小船，然后这个是后面可以自己弄个摇床，哈哈，自救的东西，油箱，然后里面背了一个 camper 那种睡在里面。二楼，一楼我估计还有其他的。哇，这个 setup 也很牛逼的，哈哈哈 ，nice。